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唯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8平湖当湖世俱杯 CCTV 快棋赛的半决赛，是由连笑九段执黑对阵范廷钰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盘棋呢，两个棋手都是很强的，是在的。我们现今的中国棋坛上都是佼佼者。对，或者排在前5位左前右吧，十，前十范廷啊。钰第八啊，连笑目前第三。其实但他是跟第二那个米玉婷呢，就差几分儿几分啊，也许过两天他就超我过的米印玉象婷都是，反正非常靠前的，了。是棋的，下的也非常好啊。我看了学习那么棋，现在是年轻一代这个棋局啊，通过这个跟着这个 AI 这个学这个各很种的多，招法是吧？现在很厉害。对，好，我们是现的。在看这个棋局啊，好，这个执黑是那个谁呀？连笑，连笑，行，然后走，是吧？马上点三三，马上点三三，这第三手就开始点三这三个了，棋呢，现在这个也都不说了，是流行，非常流行，就这么直接点三三，过就打破我们过去的理论了，然后走这占了个个星位，星位，然后呢，他是走了一个星，星，白棋挂的时候啊，马上又来三三。他们倒是也没有觉得这个点三三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就是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是说那他们继续下星位，就是说不怕你点三三嘛，要现不然的在话呢，他们可能不下星位我觉得是一种，流行啊，跟着流行的时候，人呢，就是咱们呢，就是变成一种惯性，人类是一种惯性，大家高手那么下呢，其实就是一种，模模仿，仿因为你这个给他一种已经印象在脑子里了，你说流行，但你说一定好一定不好，但是现在就这么流行，现在都也不加，用别的模式现在没有，觉得这么下可以，觉得能赢棋就这么流行，就大家都这么采用，其实点三三你之后说的一定变好，我现化，在还真的不能说对对对。这个三三就一定好吗？但是现在慢慢的下的多了之后，就是点三三之后的一系列的就是四周围的这些下法，大家会越来越熟练，就下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布局，反正就是按流行布局啊，他拖拖一一个个，长，长一个，黑棋长，长一个，对，他下的也很有意思，他长在这这儿，个大等家于如果看，走这个就还原了，是对。吧？大家一样，他是走的这个，这个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往正面走，如果这样，他就打到吃，这打这个，这个白棋没啥意思，黑棋要希望走这个，这白棋没啥意思，暂时呢。就是说，你白棋动手啊，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如果这样送一颗呢，我就算了，是吧？这样就算了。对，所以呢，他单长一个呢，就不愿意给你走同行，这也是一种选择，然后呢，白棋觉得你这个都二路都在这儿了，干脆我就是继续让你再混合联络吧，走这个，他也不保留了。现在有的是脱先也可以，他直接就给你打掉了，下城是。这么，他觉得你这个有点扁，我在外面比较宽广。其实这个是白棋啊，要理论上说白棋这个好掌握，在外面啊，咱这么早，你的二路太多了，按理说是这样的，但是这卸下去到底会下成什么样啊？对，也不知道。是这个双棋，飞燕这就是现在的一种，常规的，大家都这么运用了啊。现在应该说。你要说哪个一定好，还说不准。对，这个就是后面的运用水平啊，特别重要。那后面的招数都跟得上，对，所以后我就不喜面，欢下点三三，因为我点完三三之后，我就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操作了，后完续全手不段会一定要跟得上。现在呢，他压这个，应该是现在的理论。过去压强不压弱，但是现在这个也拖这个，拖这个呢也是惯性，等于是搬粘。粘这个就是一个现在啊，大家都这么认可，都这么下，对，也是像点三三的一样的是的，那是么的，一个流行。但也没说这一定就是这么下就是好，对的，而且还是好的。这个就是那个谁啊，AlphaGo 给带出来的，他是这么下的，我就没见过 AlphaGo 是哇这个，哇这个，就挖一个，好像说有定论，说觉得不好。你说谁不好？
白的不好，黑的不好。我觉得黑的不好。黑的不好，但是呢，这个棋啊，嗯，在最早，我觉得最早我们都这么下，以前的老丁氏。尖顶吗？不，现在如果这么下，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嗯，如果这么下，我觉得黑棋还是挺好的，就中间补一个。您觉得还是应该？我觉得黑棋可下，嗯，哎，因为现在的目前这么下的话，关键是大局走到这步，哎，抢到这步，这步是关键，那个局部啊，对。没什么非要去那么纠结，嗯，非要在那儿下，嗯，我落得先手了，而且我记得这个棋是吴清源当时他挺吹捧的，他就这么下，他就瓦占了，哎，就可以，哎，这个棋是老定式，而且这么下呢，黑棋步调快，嗯，要是我选择，我会这么选择，我觉得能抢到这个，你这个呢，你的效率就低，而且走完之后，我下一步这一拆二，这都非常大的棋，嗯。刘老师推荐，我推荐，我觉得黑棋应该这么下。嗯，就是说这个局部呢，可能挖占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关键是刘老师觉得，这个走到一个制高点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以前我们都这么下，所谓定式呢，大家都认为可以的，以前都认可这个黑棋，没有说黑棋不好，没有说黑棋不好，但只是现在被电脑，好像没人这么下，被电脑带出来的都是搬。因为 AlphaGo 不下这个，现在有点迷信了啊。走成这样，我认为这个棋被白棋一歼呢，是黑棋不好。嗯，不符合这个当前的形势，当前的形势就应该挖占抢这个大场。关键在于白棋走到了一个就是他想下的。现在你是有被攻，你这个黑棋啊，我认为这个形状不好，不说有个冲断，你不走我这一歼，以后下一步我不冲断，我这一歼你没活呀。对。是吧？你在忙着跑，而且这儿还跑完呢，这儿还留着一个段，所以这个形状我一直觉得这个黑棋是不是就一定好，值得探讨？我是强烈推荐是应该挖占，挖占之后抢这个，这个是黑的，而且我这个呢也经过了他们的这个对局者的认可。您觉得他们也觉得这个挖占应该拆在那儿，对，是吧？我这个挖占。他们没有反对，他觉得也是那个好，这个棋呢跳了之后，现在你的选择有点麻烦。你不走的话被人家跳一个，对，有点难受。你走这个被他跳这个，你这个棋就是一个被攻的状态。你得马上出头，要再不出头，人家就尖在这儿了，不是冲断你的。很麻烦，你走什么？这很累，是吧？你压一个这个太俗，走这个哪怕他走这个，这还有冲断，是吧？这个棋就有点麻烦，所以他是走的这个。当然，这个时候还黑棋选择当然很多了，比如说还有一个这种的选择，大飞啊，对，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呢，你如果上当是这么走的话，比如说啊，你说我这么来，那么他就会这样，打吃，对，挡下来，那么他会走这个，然后再加一个，这个是一个套路，这个好像完全有中刀的感觉。这有个套路，对，这样的话黑棋是可以。那我就跳出去呗，对，跳出来，对，他大概跳一个，但是这个就比较那个什么了，比较复杂化了，比较复杂。对，你也许有什么阵容加工等等啊，这个不说，他是普通的跳一个，这黑白棋抢这个，你这个感觉这个幅度比较好，白棋这个配置很好。其实刚才挖完之后，它主要是打破你的它的，正好是你这儿都定完形，抢到好的位置。现在呢，这个我觉得就是黑棋啊，稍微就有点教条了，感觉非走那个，不管什么形式就照搬这个 AlphaGo 的下法。现在加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加这个他是觉得白棋漏出去，他担心。担心漏啊，假如漏，漏这个。当然是也有，他也漏，当然也是一种下法。你比如说我要走这个，你就爬回来，对对对，爬断子，这样是也是一种，是吧？我是觉得漏出去的话，好像黑棋接下来的攻击，假如说没有特别好的手法，是不是有点落空感觉？这即使不走，将来他可以飞啊，或者顶啊，或者怎么走一个，也有，也挺大。对，也是个挺好的这个棋，他是走的这个低位，那么这个一般是最狠的。那么叫他压这个，这是大家就。正儿八经就开始战斗了，走得比较强。那这个呢，黑棋这里个稍微痛快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这里有一个段，是吧？是的。他走的这个继续攻，是吧？继续攻呢，这个尖一个是普通，但是呢，这个棋
他还不愿意，他是走的要效率高，对，效率高，他希望你搬了我再退，这儿要断，这儿要断，嗯，是吧？现在他实战呢，他来个狠的，他走在这儿，这是联校的，联校挺强的，嗯，范廷钰当然这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啊，对，联校是棋逢特别猛，猛，那特别长得非常清秀，但是呢，棋力相当的猛。他想象跟齐峰完全是相反的、嗯、这打一个哎这战斗了哇这断掉、嗯、这个棋呢应该说黑棋稍勉强一点我也觉得好像黑棋不太好战勉强因为人家冲断之后这很明显脚和外面这各插一手棋你是下脚还是下外面啊、哎、如果你要之前呢、啊你这儿能交换着都来不及现在走不着了哎走不着了、嗯、你要这儿能交换一个当然是那好一些哎那就拐都行这拐住这好歹先、哎、对对对上面先解决了问题现在都来不及了、嗯、都没有这个可能了他现在拐了拐了现在肯定走不着了对他是搬粘了嗯直接就搬粘哎搬粘这个嗯那么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时候再走呢他把它就吃掉对这吃了还是挺实惠的吃掉脚而且外面也不见黑棋有多厚啊对好像是是是是是、嗯、这个棋应该说白棋还是可以因为这个位置也都挺好这个也不错嗯哎你只是在这儿拐了一下而且这个棋啊它还保持着攻势这一长对啊是吧这打了还能跑没错是吧、嗯、所以这个还不肯连校是还不肯连校走的时候他拐了啊他是搬粘搬粘然后他拖了一拐他搬粘他拖一个、嗯、继续要这个角那要这个角呢就他是希望什么呢他是希望你这个时候可能搬一个吧嗯哎他当然这个可以先手是吧他先尖着尖一着哦、大概你补一个吧硬一个补一个吧就挡哪儿哎随便你挡一个吧、啊、好他大概是这样做个结出来、做结中间你来吃我的话怎么吃我这个给你收气之类的、哦、也可能这样便宜更大、哦、比刚才吃的干净哎但是呢这个时候白棋来一个硬的就直接扳断直接扳断这个时候啊白棋这个作战呢还是可以成立我觉得白棋比较有利哎可以成立你如果打我就粘上对啊就给你硬粘这白棋底下是活棋这断完实在不行的时候它可以断了一粒然后扳了一粒它是活的哎对是这随时我之后它这一般这黑棋这个角也没活呀对中间这个作战呢还是白棋还是挺、嗯、挺有利我觉得嗯嗯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是走的什么呢他是走的是这个搬一个连校走的这个对这个他的算路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地方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嗯哎这个搬他就长这估计他在想什么三十秒一步是不够算的、这个地方时间不够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慢棋都不好算的棋他是想冲一个想出别的棋、嗯、你看他的算路啊其实连校这个算路很精确他粘上这个粘上对、嗯、粘上这个粘上这个黑棋也要粘因为你被这个棋筋吃掉的时候外面没啥意思啊然后他把这个堵上对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对杀然后打劫已经很明显了他吃这个对他吃他是算路是觉得假如说粘上、哦、他会跳这个跳一个然后假如说冲断对他这个一叫吃大吃对然后他只能铺一个如果说没有劫财的话那有劫财他倒是可以打上去他现在觉得你白棋没有劫、嗯、如果你只是这个他黑棋可满意你只吃这个、嗯、他粘上这个他是希望走成这样而这里还有打、嗯、打是吧、嗯、他算成这样这样当然黑棋可以嗯哎这是连校的算路是吧连校的算路但是这个时候啊在这个还原成这样啊还原这样连校这么突出来这一叫吃然后你白棋怎么办白棋呢他是说不我不先把这边贴先走这个嗯嗯这个贴的确他如果粘被他一跳刚才如果那个变化是白黑棋不错嗯但是呢他这个先动手你如果只是吃这个被我这个包掉这太大了嗯是吧
这个而且这个跳的也很不舒服，这还是有虫子啊。是是是是，你都吃的都不干净，很不愉快、啊、而且这吃那就很狼狈了，这儿要进攻，对，这儿要那个什么，那就不行了。所以这次还必须要这个。嗯，那么继续要这个地方黑棋，实际上有点勉强，因为你看白棋太厚了，你在这个地方走棋啊有点辛苦。嗯，有点辛苦。他就长了一个，他长了一个，长了一个。我觉得白棋不错，这棋白棋不错啊，因为白棋下的这个面儿啊都是他想要下的地方啊。是，而且这底下呢并不是要命的地方，就到时候实在不行我就转换点气，因为随时我这个能吃通，我这一粘呢、啊、就吃通就没事，你要吃我这个白棋还早呢，不是很严重的。哎，你要不走别的，我这一打吃一走一搬，这个棋黑棋就可能就被杀了。那这块全进去了。哎，这个不行，这个棋进去了，这个自然就解了。对，所以呢这个时候黑棋还得补什么呢，他是走的这个，他飞一个，飞一个，白棋先击打，对对，打一个，是先把他的这个，对，这打如果是以后他跳出去有可能打不着。对，这个是这个棋啊还随时有粘的这个可能，粘完之后、啊、你跳完之后啊这打劫啊他还有个劫财问题、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还可以有一种狠的下法，是搬一个。我就在想他搬一个是不是成立有可能成立如果成立非常严厉，因为你搬呢、啊、非常你有个要命，你这个被我一搬你就没法判了。对，这一下如果被搬进去，就算你猴我再粘回去，这已经都没法判了，已经差飞了、哎、而且你这个棋猴的话我这再压迫压一个你都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对对、哎、这个都不好办了、嗯、所以只要这搬了一下你就那，所以这个棋呢搬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走什么了。嗯，哎，你可能加一个是最常见的、嗯、那么我粘上，那这个断一个，然后你再走的我这个断呢就你就不好收拾了。对，是吧，你就已经不行，这两个已经死了。对，所以呢这个搬是个他的一个机会，可以搬是成立的。嗯，哎，那么他实战走的这个他粘回去了、哎、可以去跳，这也是对跳在这里。嗯，然后白棋他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是粘上是可以，应该单粘，他大概是跳，对对，他是粘了一个，他是粘的吗？他是哦，他先断，他先断，嗯，那个断一个是损的太大，我觉得太心疼了，这断一个。这个棋实际上是黑棋一路啊比较勉强，如果他亮出这个杀手锏的话，黑棋不好办，嗯，黑棋可能就要这个棋啊就一下子要坏的，要坏，因为这个扳。这没要断，这没要搬，而且这还有粘，他太忙了，黑棋太忙、嗯、他忙不过来，嗯，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下手这个断他实在是要命。对啊，哎，所以他只要走成这样，这也是其实小范后来我跟他说他认可这个搬是、嗯、他觉得搬一个不错，搬的话黑棋很难搬。嗯，粘上之后啊他一跳，他是先断了、哎这个、先断，这先断太心疼了，我这个绝对不能这么下，这个是太损了，哦，太损了，就可以说是心疼的一塌糊涂。对，这个棋损的太多了，这损完这下这些死了都行，我觉得就因为你那边断完之后、他本来预计是这样打劫是吧、哎、他预计是这样，对，他要这样，你要打这个劫，嗯，他提，哎，他觉得是要想用这个，哎，对、嗯，这个白棋是可以的，对，或者是断，嗯，或者怎么找这个劫，嗯，他想把这个劫打成这样，哎，对，打成这样，还是这个白棋是本来预计是打这个劫呢，但问题在于人家有别的招，关键是这个时候啊，黑棋看到了这个之后也不打劫了，他跳在这里了，选就闪了，嗯，他觉得这么。他不给你打劫了，因为你那个损的太厉害了。对，这两下实在是损的太多了。太厉害了，他打吃找一下还可以，对，然后再打这个，嗯，你，哎，这个粘住是吧？对，我再粘这个，这个就是必然的一个提掉。哎，对，结果他弃了，这个弃了之后啊，然后发现你吃了也就不到二十目棋，白棋是把这都吃了，但是吃的有点干，对，干干的就这么木。他呢这个也安定了，然后呢关键你这个损的太厉害，假如没有这个当然是白棋好，是的，因为这个损呢接我觉得一手棋出去了，是的，损了一手棋，而你这个呢本来这个弃子他有可能就算变成弃子了，嗯，
这么一转换呢，实际上白棋本来是可一举拿下的，现在变成了黑棋很有趣的局面了，变成黑棋啊，实际上是黑棋很有机会的局面，轮黑棋下，这个时候黑棋实际上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你这个棋你哇粘了，它这个还是活棋，多了一个打还是活棋，这个时候黑棋要是黑棋下的话，在中间哪个地方走一个，或者走哪里啊，或者走什么，拆远点，拆远点，这个是不是还远远的看着这块棋，哎，我觉得拆哪个拆远点，齐老师说这个那更狠，往中间走哪个方向走一个底，我还拿不准往哪儿走，黑棋非常好，黑棋不错，哎，而且你只是点角的话就给你角，点给你角就挡一个，挡一个，这个两下一看就对对对，太饿了，给你实在是，我觉得这是黑棋的很好，或者说你这样点完角之后啊，扳住，那么黑棋再来拆一个，是不是这样两手棋更加强一点？来放两手棋，对，是吧？哎，现在好像大家都过于模仿 AI 的招法，就觉得这大局上怎么还是，我觉得这大局清晰还是非常有用的一条吧。对，这样的话应该说是黑棋很好下，而且这个全局啊主动，你的白棋你看这块一个棍儿，这个中间你还是有点负担，是吧？也是以后你的走啊，你的往中间走都是没什么目的，我要走有的就是进攻了，哎，这样的话黑棋很好下。对，但是这个棋之前白棋的机会多多，就因为这个断完之后，那这个时候呢，黑棋也有点优势意识了，可能他觉得已经真的是占了不少便宜，对，哎，他呢，他就是走的什么呢？他守了一个角，他想先把角地占住。对，这个呢，虽然说从目数角度来说是很大的，没错，但是我们刚才刘老师摆的这个变化更注重这个边啊，对，还有对于中央的这几个棋子啊，这些影响啊，好像就中间很大，中间你夸夸两个拆二，中间它这两个分开，那个角上给他，实际上现在都忌讳这个点三三，点三三大，当然很大，但是现在全局的来说，还是注重这个全局，夸两个一拆二，这个棋，黑棋好掌控，对，那个中间一走啊。那个白棋两边其实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哎，现在它只是守控而已，对啊，这个是只是守控，但是这个守控呢有可能守的就比较小，让它被白棋就占便宜了，没错，现在轮白棋下了就不一样，最主要是关键这个你看损的太多了，一手棋可能都以上，或者一手以上，辛辛苦苦为了这门打劫而断了，走完这个之后，这吃了都觉得不便宜啊！是啊，没错。他选了一个不打劫，不打劫一下子，他那个显得很狼狈，那个就损失太大。这个棋呢就变得黑棋反而是比较好下的棋局了。那么这棋下到这儿呢，黑棋小尖了一个，接下来白棋会如何选择呢？我们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8平湖当湖十局杯 CCTV 快棋赛的半决赛，由连笑对阵范廷钰。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刘老师觉得呢这棋绝对是应该拆过去，先看着大局。这个角呢，这是小地方，给他点三三，对对，给他了，是的，给他之后还你再抢一步，实际上你的全局就掌控了全局，没错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认为哈，这样是不是黑棋，就是很好的棋局？对，不错，因为刚才白棋这儿吃了没多少目，总共加起来不到20目。本来黑棋很有力的棋，最后吃了个干目，这下损的我都觉得差不多20目了都。对，那个损的太大，这损的有点狠，不忍心的下法。但是呢，这个时候连笑呢，他可能觉得形势不错，他先把尖了一个这个，这个呢被他白该轮白棋下，那又变数了，他靠了一个，靠了一个呢，因为你守在那里的靠一个，反而是让你不知道怎么应了。你要应这个是不可能，他所以这个他是希望什么？他说你走这个我能断你，对，能断你，是的，因为你这个紧着气呢嘛，没错，这个棋形是有个靠的，是有个靠，然后呢。黑棋扳，他就往前长，是吧？长在这儿，是的，这个有点
当然你不会走着走着被他扳住了，是吧？哎，他是长在这里，这个棋呢，黑棋不知道走什么了。这棋他是虎了一个，对，那棋形有点难受，有点难受啊。对，他这个下的当然也很强，嗯，哎，他要求把你这个你的补回断呢，嗯，白棋断。把它吃一个，是吧？他索性把这些都走掉了。走掉，对。提掉，然后白棋铺一个。铺一个，铺在那儿，是吧？他提。提掉。对。然后叫吃，他能粘住。哇，这个很，这个棋他就逼迫你接回来。你走别的，他被他一断，这不行，是吧？他就要让你接回来。但是这接回来之后，黑棋这个形状啊，也有点缺陷。对，黑棋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好。嗯。但是关键现在下一步是白棋先手太大了，他走到这个他想走的这个地方了。这个你如果换一个黑棋，这个相距差太多，这步棋的价值太大。嗯，哎，因为这个没全盘没有比这更大的。对，本来走一手棋本来是对他这个的死还有他的进攻的对象的。嗯，现在他一走啊，有可能围控了。对，这个太大了。所以这招棋如果换到中间。那个时候黑棋绝对好，嗯，但是现在被白棋走了这个之后，现在水好啊，又要重新定论了，因为至少你黑棋再走啊就累了，你进来或者那你破他的控的问题，刚才你走了有可能攻他的问题，现在攻守逆转的可能。那么黑棋现在方向在哪里？他跳了一个，现在变成因为白棋有了这个子之后，这块棋也不用担心了，那么黑棋他就要担心了。现在本来你走了这个之后啊，你。有可能啊，中间你还说不定过来，你走了之后他还麻烦呢，我这个麻烦随时都要进攻他了。现在不同了，现在白棋有了个这个子之后啊，他这一进攻你这块棋是死是活都是要小心，对，是吧？要小心，嗯，而且你要打入深入打入被他走割断，这随时要进攻，嗯。这走一手往回加连了，嗯，当然连一个是也是有价值的，很大，嗯嗯，这个也是要走的。白棋点点一个，要试应手，挡住。那还这个这边味道太饿，他可能不敢吃。对你还不敢随便吃它，这个棋还它里面胃饿吧？胃饿，对。这个怎么飞一个？都是有可能，这一类都是有可能，对对对，都有可能。反正我觉得这个黑棋味道太饿，都有可能，哪怕在这里它就不好吃它。这都不行，所以呢，还得只能这样。嗯，实战就这么下的。嗯、然后白棋又冲他一下，他更加的让他难受一下，考验你。如果我顽强，我就走这个。但是他这边就有先手了，比如说他跳一个。不是这种都有可能。嗯，这都不是这都可这又有打。打、嗯、哎都有可能，比如说我再拖一个。嗯。都是那个什么，哎，都是有可能。我已经不知道硬的。那么就往在这儿走一个，你就很难过，嗯，很难过。最后呢，他也觉得味道好，他就让了，他走的这个，这实际上是对他一个考验。对，我很多人呢，我估计顽强还想走这个，反正我有这个心情啊，想撑一下。哎，我想有这个心情，想走这个，但是呢，他是走的这个，还是觉得形势还不差吧？或者人家点一个接住，粘上被他先手走了这个，然后小尖。这个时候，实际上白棋啊，你看，哇，这个很宽广，怎么个拆了六，拆六。对呀、啊，为黑棋，你当然这个多了一手棋，不让他拆，这效率太高了。嗯、现在是白棋如果拖，借用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拖这个？嗯，哎，他假如说把那，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走哪个了，你可能搬外面、这个、对。这个，因为搬里面被他藏在这儿，这里还有断，你走什么？有点讨厌。那还是搬外面吧。搬外面，那我退。退我就跳吧。跳我就挡。啊，你还能挡住我呀？就是说故意弃子啊，哎，弃子，然后顺势把这个围上。哦，是这样的意思。看看能不能这样。这样呢，就是能不能挖过去？很想挖过去。挖过去啊。但不知道行不行，我不知道。哦，不明，有点不明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对，不太明了，比较复杂、嗯、这个你说他打了打过去、嗯、哎，对，需要计算，对，这个需要计算，本来是以为是这样，这样可能他顺手把这个围住啊，哦，但是吃的也不太愉快，哎，对，这吃完了，那么他实战是走的这个，嗯，走的这个，这个呢
当然是要围上，当然好了。对，如果你只是这么给他围上，那都是他，那当然好了。嗯，但是估计连校不同意这件事情。对，对对对，被他这一打入，他直接就打入了。你们看他打入的地方，他觉得你围到这儿，简直是这是你的，这不可能，绝对。所以刚才我就说拖一个借力围上，借力是的，是最佳的，就是那个脚起，然后借力围上，只要围上这个，这白棋就赢了。对，围上即可，这围上太大了，是这儿。就是说，你给你吃脚，给你吃脚，你走，我就都给你。那个脚你吃，要么围，你要不这儿的木显然不如这儿的大。哎，对，其实这样是比较合算的一个下法。脱退，他是走的直接围，小尖，直接小尖。那黑棋显然会进去的。他走这个，明显要这个呢，要吃他真的也很难。对。也很难。你本来可能觉得这是白棋的地方，然后人家摆了一个进去之后，你发现他吃棋很困难，要全部来，全给你洗活，哎，全部洗出来。对对对，这个棋还真不见得能吃着。是，哎，这没有把握，我觉得白棋不见得能吃着，因为白棋并不是那么厚。假如说退一个，他贴一个，对，你不管怎么硬一个吧，他就然后再一贴，不如摆空，他实在不行，这地方还有眼位啊，底下一尖一虎是个眼，都是有眼位的可能啊。他假如说跳，那这拖也有先手，对，这里面眼位好像活棋很容易啊，看起来。哎，他这个往前跳一跳，他这一白眼，哎，这就是说你也不见得能吃我。对，那个，要吃人家棋其实很困难。所以呢，他就是单纯吃就累。他所以刚才我是想让他借劲儿。现在呢，白棋是走的这个，因为这个压一个他有点难过，是吧？他是走的这个压一个，黑棋连笑，你看这个，下得很顽强，扳起来，断。这个断一个可能是，还可能是不如这个吧，扳长，长吗？对对对，然后再压一个，压一个。这样黑棋有没有一些求活的手段？比如说这样能不能行？这个形状有点看起来有点怪，是吧？怪，歪歪的。因为我想接下来一尖一虎呢，这有活形，然后这边如果不走的话，我跳一个好像也有希望能活。但是这个棋呢，就是说它你也可能就是说形状啊，它比如说尖你一个，你也没活，有点怪是吧？怪异，跳一个，对，你就有可能损嘛，有可能损。这个棋就是说是否就一定活也不见得，没有很多的把握，很累，这个比较辛苦。他也可能先拖一拖，对，把这坐的，因为要不然有个挤，对，有点担心会挤断。对，这是这黑白棋这么下，黑棋会辛苦，会辛苦一点。他下的是他是断，立是吧？粘住，对，拐掉。这个棋呢，白棋还有一个实战的走法，就拐。翻的话，他就断掉，不就加过？哦，加过，对。哦，这个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 是比较实战，这也是实战的下法。这也确实不错，因为先把自己渡过之后，渡过了，黑棋这五个子在上面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对，这个你要压呢，这个有损官子。对，你可能是往中间哪儿走一个，你是不是能联络也不知道。这个这样下法，白棋也是不错，对，可以考虑，是吧？可以考虑。这个白棋要这么下呢，也是。虽然被你破了，但是我回家也是可以。我觉得这不错，不错，这个不错。那白棋应该这么下。对。那么他实战是走的，实战走这个，小范走的这个。对。然后黑棋呢是走这个。大飞。大飞，现在你要吃我就累一点。你比如说你要这么来，我这一吃，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是吧？顶住吗？顶住很辛苦，这个断完之后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没把握。不知道怎么，你这个棋就吃起来真没把握，谁吃谁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个棋现在让你来，就是他让你来吃我，比较累吧？所以他要做个准备，先挖粘。对，如果你这个时候胆敢再粘，那么我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有这一下的话，这冲断这边就已经联络了。哎，这个棋你要再来走这个断，和刚才不一样，插手棋了。对，原来刚才是该黑棋下，现在该白棋了。白棋呢，我就走这个就可能要吃你了。这杀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哎，对，插一手棋那不行。所以在这个挖粘的时候，黑棋让了，黑棋就不走了。黑棋走什么呢？它是尖了一个啊。对。尖了一个。它小尖了一下，然后白棋飞。可以。黑棋冲了一个。可以冲掉。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联络的，
常规手段，你走这个他就这一冲就回家了，是吧？啊，他把这个先吃掉，这个倒是就因为这块棋啊，其实并不是很就是往这边的联络也不是很干净，他先吃了这十几目棋，好歹是收着目的，然后再把自己先连后了。这个不单是目的问题，如果黑棋粘上啊，对，他还有这些威胁的问题。没错，就是说这块棋联络并不是很、这个太大了。他反正不管三心二意，先把这个吃掉。那么黑棋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它有多种了。如果形势不好，判断觉得形势不好，他可以考虑这个，小尖牵下去，那就要杀他了。哎，对，要可能要对他强攻这一块棋。我的第一感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小尖挺强的，就是我本来想是要拆二，拆一，拆一好像不如小尖更好。小尖，好像不如小尖好。我的第一感是应该小尖。小尖不管怎么，就算你活了，我有可能把你攻得很惨。没错。但是他呢，连笑呢，觉得形势不错，可以了。哎，可以了。他觉得你要是这样，我一般断这个棋，把这个以后翘起来，把这个吃掉。给你点，我不错。对。的确，这个确实也不错。确实也可以。实战呢，他就这么下，这他是选择的这个。白棋跳了。跳一个，他虎在这里。这个虎一个，对。关键是他之后这个时候他用墙了，他走的这个，对，断掉。但这个棋呢，在这个时候啊，白棋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你可以先搬一下，把这个先搬掉。搬掉啊，搬这个。搬是不是黑棋有点心疼这不挡了？有可能不挡。如果不挡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他是应该不挡的，说真的。对，大概是这样。就把这个活掉，是吧？但是他是要选这个，选这个我们看实战啊，他的狠的是这个，最狠的是这个，因为你跳了，他再往前，对，他就一个一个冲，你不知道你下面就不好办了，因为你这儿有个冲断，你如果这又搬过了，这不行，是吧？你如果粘被他这一冲断就麻烦了，所以这个车只有硬挡，然后断了，断一个，那吃，对。这变成了一个对杀，关键是他这有一个扳，让你难受。这个扳一个，是让白棋不好扳。黑棋他不敢直接杀吗？哦，这个地方关键是能杀掉能不能？好像很复杂。很复杂啊，他如果立一个。我觉得好像黑棋应该是杀不赢。黑棋杀不赢。杀不赢的概率这个快棋比较高。他是没有这个预案，没有是不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我是觉得好像这个就已经不太行了，黑棋不太行，因为他顶完了，他冲不到这一下，冲了被几打一冲就已经不行了。他大概只有这样嘛，顶一个，然后长。如果说他不能冲这个的话，那气肯定是不够。邱老师说是走这个啊，这就特别明显的有个冲，已经把冲死了。这上面根本就一口气都尝不出来的，这个棋比较复杂吧？对，然后虎完了这一长，这个比较复杂，这不行。这个白棋可能他觉得他是这么算，他觉得这么一般呢，我这么理解他心情，他觉得已经好，可以了，可以了，有优势一时，优势一时。他贴了一下，对，贴一个先，然后就把这个弃了，对，拖。确实黑棋也还可以，对，这个棋他也不能坐眼，坐眼被他跳了啊，对，只能是走这个，对，这个地方非常精确，只能如此，对，这样走，是，然后再回手把这个飞了。的确这个时候黑棋的形势啊还是可以，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我有点混沌，又是快棋赛，这个时候黑棋的判断他觉得黑的好，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还难说，还是很难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后半盘有自信，你觉得这棋黑棋好，我完全可以赞同，但是连笑和范廷钰这两位棋手呢，我觉得明显是范廷钰的后半盘更强、啊、连笑肯定是擅长作战的那一方，一般是善战的人呢都不太擅长收输，按理说是这样子的，像这样就又是回到了拼时控的状态，对，这个他弃了这五颗子，但是中间呢得到一点，但是这个呢你花了一手棋，有可能你这个木啊比这个多一点，对，但是你这儿也捞了不少，这个木可以，但是现在白棋啊，
你看我们看实战，他实战搬了一个，他搬的这个、嗯、是吧？断掉。对，不能刚才不能搬这个啊，搬完这个搬再就被他吃了。现在呢，虽然损，但是也没办法。嗯。哎，这是他先手。然后白棋这儿挡了一下。挡一个，嗯。断掉，他打了一个。是。提掉。这是他先手，对吧？白棋拖了一下，拖一个啊、嗯！白棋收数很强，这一看就是，他把这所有就是他能便宜到的东西，他都先走到了。你这也不可能被他活脚啊！如果这个不行，这个被他走搬真太大了，脚活了，这、嗯、这个太大了。所以呢，还是、这个、所以他肯定回搬。对，搬一个，压一个先手，嗯、这是他的。然后这个加一个大，他也走，这他先手走掉，然后他这个是不是也先手？这个也是他的权利。这个官子说得很愉快，这个、就当初。这个是当初走到这一下之后，就有这个后续手段，就走这个。以后这个冲完也是一个大官子。对，现在白棋这一乱，他走的这个，这个时候啊，白棋可以收兵了。白棋你回来这儿的话，白棋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嗯，收兵在这儿。他走这个的话，嗯，即使黑棋跳一个，我觉得这冲了加注也没有。这个没冲不进来什么东西啊。这个没意思，而这个都是一路要回家的。对啊。你可能是爬一个之类的，那么他走这个吧。哦，班主还怕被他夹是吗？对对，是这样，这样也可以。嗯，就是把这个守住，活即活了即可。嗯，这个棋呢，他是走在这儿里，遭到了黑棋这个。他走在这儿我就看不懂，我以为这种棋形一般都是翻吃的，就是一般的正常的逻辑来说。不，他是有个什么办法？他有个什么、嗯？他待会有招是吧？哎，他是、嗯、我们看他的招吧。嗯、他是长了一个，长一个。他关键是这个长、嗯，长一个呢？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人家是粘上的。关键是在这儿。然后他再一冲。不，他搬。他单搬。搬。哦。你挡。他在这个地方。你这个棋你挡。他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不能贴在这儿吗？哦，他可以先冲也行。对，我一样的。先冲。这样是一样。是。是吧？我就觉得先冲黑棋不行，这样好像。先冲已经不行了。对，这已经没法挡了，不管挡这个被断掉了。那他。他回退的话，这一胡已经花了。对。是这样。嗯。这个棋。或者靠一个，这怎么都不行了。不，就搬即可。搬一个。搬一个就行了。嗯，搬这个白黑棋就不好搬，这已经要不行了。这他是这么算的啊，这么算的，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哎，就像这样的吧，嗯，这儿有一个搬，所以呢，他才走在这里，啊，就觉得这儿有个长，有个长，哎，实际上走这个就即可，啊，哎，黑棋走这个，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干脆你因为损了这两个之后。嗯，冲一个，它粘上。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先把这个走掉，或者是先搬吧，直接搬吧。单搬是吧？单搬，他跟大家接上，不，他或者是铺一个，铺一个什么之类的，铺一个就提掉，然后他再。对，他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打吃。现在打吃吗？现在打吃我就粘上、啊嗯。担心这个，然后他粘回去，粘回去我就团打、这个。对，他是担心这个。接住，这好像没起啊，看着。这个有棋吧，还是有可能有棋、啊、哦，您双在这儿是吗？双一个，它有个双，对，这儿有个 双，对，有个双，哦，还是有棋的。那就是说，这黑棋还不能，它只能贴这个，贴这个那这边又出棋。这个可以，这个哦，靠住，嗯靠住，靠住呢，这里面就没有棋了，是吧？对，这就没棋了。对，这藏不出棋了，现在。这藏不出棋，嗯，是吧？哎，你贴的话，他可能挑一个，挑一个，这样，嗯，可能是这样，那么就还是走掉，走掉好。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应该先走掉。这个棋，这可是差不起，这差好几目呢。对，他没走，被这样一叫、叫的话，这永远已经来不及粘了，粘这个一打就爆了、是吧？这个棋就两个弃子，弃掉了，提掉，这样。那现在这个永远是后手。这个快棋啊，错进错出是常见的。就这种地方可能连效不够细腻。这个时候被他这个抢招太大。嗯。这个虽然被吃掉。嗯。被他剥一层皮，但是这个太大。跳。他走这个是吧？对。因为走这个被他双，啊。对，还有个断呢。嗯。等会儿。爬回去。爬回来，他。
对，他也是走这个，这个占了便宜了，这个占便宜了，是吧？啊，他把这个吃了，吃到这儿，嗯，这个底下还是差很多目，跟刚才如果说，刘老师摆的这个不走，走在这儿，对，他也爬一个也飞不进来，这个还有十几目棋，虽然说这一下差一点，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变成黑棋有一二三四五，五目棋已经这一来一去的话差十五目以上了。这个黑棋可能便宜点，嗯，是吧？便宜点了，因为这个棋这儿虽然提了，刚才你说的那个搬掉，那可能更加好。对，加一个，加一个，对，这个时候黑棋是，黑棋点了一个，点了一个，嗯，冲一个，是，长，长，弯住，它这个地方有个挖回来，这不太一样。嗯，冲这个，嗯，冲这个吧。对，冲掉，冲掉。因为这个棋有跑啊，嗯，是吧？你必须要挖吃，是吧？然后他把这个拐一个，嗯，挖一个的时候，他把这个冲了，把这个冲掉。嗯，这个是要冲吗？其实可以慢一点冲。这个不着急，我是觉得这一下可以不着急，可以慢一点冲，嗯，就可以粘上。对，嗯，这个早晚是你的冲嘛。因为这个冲掉黑棋自己撞一气，自撞一气，这个区别可就大了。有可能撞一气，区别很大。冲完再粘上，嗯，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掉，弃掉，弃掉。是吧？嗯。黑这白棋把这个。不是，白棋要回提一个。回提一个。嗯。他现在立那个的话，他就断打打吃了。嗯，在这儿。对。现在走了这个之后，黑棋形势粘了一下。应该说，现在黑棋形势稍好。我也觉得黑棋要好一点。稍好。嗯。如果黑棋把这两个提了，嗯，好像即可。这两个太大了。啊，待会他挤了这些再因为挤这个，对，挤了这个先手嘛，他又因为你这把这个冲掉了，嗯，这个不冲也好，对，所以说他不应该冲一下嘛，这个不要冲，对啊，哎，这不冲直接把这提了，嗯，这个棋就是说，黑棋好像是要能好个两三目吧，也可能。有好个两目有可能，对，有两目就觉得优势已经很大了。这冲掉之后，他挤一个，你还不能走这儿，被搬下去了。对，这个冲，这就读秒啊！这个快棋三十，现在都是对，肯定就是只有三十秒了。对，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他走成这样之后，他是粘了一下啊，粘在这儿，粘一个，他就想啊，把这便宜便宜，然后再把这个走这个，对，怎么着？结果这个白棋呢不肯。其实这个可以慢一点走，这个不着急是吧？啊，没有必要，这个没必要走。是的，哎，你就把这个提了几，现在没大的了，是吧？嗯，他是走的这个，粘住，粘住，或者说这个棋啊，吃这个还是哪个大？我也觉得那吃一个挺大的，也不小，把这个吃掉就完了。如果不冲，如果不冲，直接把这个吃掉就完，那挤没有，就挤一个我就吃掉嘛，反正你搬不进来就行了。哎，这个挤啊，你还有一个可能，你就团一个可以，嗯，是吧？团一个也可以，嗯，哎，它就不存，这个就变小，变四目而已，对，是吧？就后来就是因为你冲完之后啊，我们看实战啊，这气可不能乱挤。他走了这个之后，是的，被立了，立下去，哎，然后黑棋打吃，打吃了，他做活，做活了，是。然后呢，黑棋是走了，我是觉得他应该直接搬掉算了。搬了之后呢，如果搬，他会打。打接住，粘上，他会做作业。作业，这已经一进一出，跟后面已经白差三目。是，嗯，是他，但是他以这个粘啊挤啊，他有他的棋。对，他是没有走，他是这样没有走，他把这个吃掉了，是吧？然后一吃完之后，他打吃这个，打吃一个，打吃了一个那个特别大，这个也非常大。这不走的话，被人家冲了粘住。非常冲完那个非常大，嗯，所以呢，这个是要抢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可跟这个可能是剑合。不不不，如果说白棋冲吃，这个他就虎一个。不，这个吃比这个虎大。打吃更大是吗？哎，对对，被那个冲完之后，他主要噼里啪啦有那个。打完了，这还有个棋，哎，对对对，很麻烦。确实。嗯，好，我们来看。然后白棋就挤了一个。挤了一个，这个时候是黑棋难过一些，走这个。然后他把这个赶紧立掉了，这逆收啊。对，很大，巨大。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把这个提掉，黑棋要赢一点。嗯，如果提单提，这个时候黑棋赢。黑棋走的什么呢？黑棋把这个提了，这个是的，是的。这个被一挤啊，它不好办，因为你挡了之后，这一扑，一走，这一粘，这后面这都连续的全先手，对，对，所以这一挤让黑棋就已经很难过了。嗯，黑棋最后是忍痛粘上，
这个白棋收得好，白棋把这个搬了，对，这个先手四目太大了，立下来，然后这个弯掉啊，对，这一二三，先手四五六六目，嗯，然后白棋是弯，白棋弯一个，黑棋呢？黑棋是黑棋提掉了吧？提掉，嗯，现在这被人家挤到这个棋就没那么大了，对，本来是挡，白棋把这个粘上，粘上，黑棋立了一个，然后白棋这些都冲掉了，冲掉，对吧？这弯掉，走掉，嗯，然后这个棋啊，贴了一个，贴了一个，他把这个走了，嗯，弯一个，弯一个，他搬，把这个吃掉是吧？对，这个吃了，白棋长先手，嗯，接住，是，他把这个都冲了，对，先手，团打，这就打着了，这是他的先，然后这些都是他的权利，打掉，打掉是，挤掉，然后这个棋团了一个，嗯。把这个团住，这就没有什么官子了。啊，这个先手打掉，是吧？先手把这个扳粘了，扳粘，是吧？嗯，挺好。然后黑棋把这个收了，收掉，把这个点团住，嗯，走这个团住，最后是下成这样，对。然后这个白棋先打掉了，它粘住了，对。最后不多不少，正好盘七，这黑棋真的是有点半目赢。对对对，正好盘七，盘面七目、啊、是吧？盘面七目，嗯，半目胜目，这是白棋收后。这个棋呢，真是大杀小输赢，没错，只差半目，只差半目，就差的也不多。就我们给他说的那个地方，如果先搬掉，对，或者说如果先搬到这一下，这个棋肯定赢了。最后汇成了半目，这个下棋经常是出现这样。这个棋局呢，非常的戏剧性的，还挺精彩的，非常精彩。最后呢，范宁就赢了半目。对，这个棋局下的，我觉得是范宁有多少个机会啊？确实，因为后面呢，确实就这官子的都有一些出入，双方应该说白棋收得更好一些，所以范廷钰呢很幸运的以半目胜出。那么那半边呢是范昀若胜出了，最后是范廷钰和范昀若争夺这个 CCTV 杯的冠军。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